Hello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米伦。现在我人呢就在Bangkok Marina Resort， 就是在这个Bangkok岛的码头这边，然后我们要从这边过去Bangkok岛坐 jet ski 这样子，然后就在这个hotel睡一晚，今天早上就一早就要出发。所以现在我们去做什么？要换衣服了。换衣服了就要去准备坐 jet ski， 就要把 jet ski 从那个 trailer 上面拿下来，然后就要推去这样子咯。很简单吧，整个东西。Hello，morning。morning。然后就是这样子，很简单。所以现在准备了 ，Let's go。根本你这样少东西，两个呗。人少，里面满满的。那妈的，你看这个，你看我的。这个太大个了，这里的。60，你要我讲多少次？60。OK。要满满的。好，现在就来到码头这里，准备要下船。你看全部人在准备着那些船的东西等下就要走了。Come on, let's go。准备摩托布，不是摩托布了，这个叫 jet ski。好，现在他们就要下船了。他们的退后。不错，T137啊。这个车辆不错啊。就是这样子啦，上船下船，简简单单。然后等了很久。进来，小张支架，出来，出来，来，一二三，出来！好办事啊！后面很重的。再举一次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没有不动，那我看给你。我的船就这样下去啦，这个新的船哦。要开一位，要开一位，慢慢抬着你。干嘛？爷爷讲没有了。爷爷讲没有，那是我的欠你们的。我挖地去了锅嘞，挖地去了锅。哎，现在跳上船，船。你要 back bro， 你要 back。好，现在就上了船，要走了。然后，因为现在在码头这边了，不能开油，不能这样吧，就出去了，就知道很多浪，所以慢慢这样出去到外面才可以开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以啊。这是我的 partner， 这三天的 partner， 我的 sex partner， 三天男朋友三天男朋友，叫什么名？介绍一下自己。我叫易阳。大声一点。我叫易阳。OK。
对。好，因为这辆船呢是新船，新到不能再新的船，这辆车是必须要 run in 的，所以我们会落在几千转啦、啊，5600转就停了，左右啊 ，OK， 所以全新的刚刚下就给我开包了，第一个驾是我，就这样子。哎呀，下船啦！搞定了，啊！现在搞定了，来到 hotel， 已经很累了，够力了，够力了。啊，来，不是很累了，不是很累吗？我也累啊，我累哦，还没有开始，我已经累了哦。明天加油一点。啊，明天要去多远呢？很远，很远了，够力了，很累哦。来逛。现在吃东西时间，刚刚就到了 Sandy Beach。就check in了房间也很累啊，哇，真的很累啊，等骑两下就这样累啊，哇，这个就是他们的云吞面了，很好料这样子，然后加料，你叫吧，云吞面加料，一样啊，一样，这么跟我一样，我为明天而做准备，明天啊。哇，这很好料的，我试试。真快乐喂！但是没有米粒。现在我们要坐摩托去绕岛，讲一次。现在我们要这么多绕岛，呜，没有来嘞，你真的不会驾？真的不会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走走啦，去看看一下人家的岛啊。然后很简单的就是骑摩托，我们骑摩托去就可以了。为什么没有戴帽子嘞？一定会很多人问了，很多疑问了，甚至有人要找警察来抓我，是很正常的，因为这里我不懂为什么他们租摩托没有给帽子。然后我们就没有带咯，其实我们很想带的，但是我们找不到店家，所以就不用带先，等一下再回去跟他拿，就这样子。因为我这辆摩托不够力啊，载不到他，所以呢，现在我就给别人载，别大喊。不能够，我载不到，太重了。OK， 所以今天就来了一个结束啊。现在我在 hotel 里面，早上就坐船了过来，已经很累哦。然后我们骑了摩托冲了个凉，又去环那个岛。环岛中间我们也去喝了野水。喝野水过后回来，我们就去游泳。我们去游了泳过后，就是又抓 K 哦，去看到那个jet ski 在那边，又不可以，又要去捞它，拆了拿回来，去捞了回来，很累了啦，又吃了一点东西，就以为打算冲凉，这样子的电话又坏，所以就这样，整天其实很累。明天才是整个 event 的正式开始，所以 good night everybody 啊，对 good night everybody， 然后。Wish you have a good day and alright, bye bye. Bye bye. 还没有 subscribe 记得 subscribe, yeah? 很累啊 bye bye. Oh, wow! See you!
Thank you.